露胳膊、露腿、露肉的季节了，穿的衣服越来越薄，大家是不是快遮不住自己的肉了？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跟我说，你天天发好吃的馋我们，我们怎么减肥呀？今天我就带你们去吃一家健康的餐厅。可能一提到健康，你们肯定会以为健康和不美味是划等号的。No， 今天我一定要带你们吃的又健康，然后吃的又美味，一定要让你们大跌眼镜。走。还真的是第一次进这么健康的餐厅，面包展台里面都是有刚烤好的面包，前面也都是一些小麦呀、什么面包啊、坚果呀、之类的。哦，还挺好看到的，都是好健康的那种啊。哎，那边，哇，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就有瞄到这面墙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塑料的呢，没想到都有枯黄的叶子，这个是真的呀。有这样一面墙最适合干什么吗？最适合发朋友圈呀，赶紧拍照发朋友圈。想知道我今天吃什么吗？走，跟我来看看。哎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这边的点菜方式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原来是还要这样排队的，像食堂一样。哎，我喜欢这种。好，终于到我了。看他们点餐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学到了一些。他们家一共分三个区吧，这边是冷餐，然后那边是烤肉，然后在那边就是主食或者热菜区。看着还不错的样子，这个烟熏三文鱼给我来三份吧。这个草莓的也给我来三份。最近喜欢吃西兰花，这个西兰花再来四份吧。好，十份。哇，羊排。这个是论块卖的吗？对，是块卖的。这些都来了吧？然后刚才点了十份，给我加到那十份里。4、5，还有五只鸡，这些五只鸡也都要了。没开玩笑吧？没有。都要。对，都要。我的个天哪！好，谢谢您。这边是主食了吧？对。这个红薯来三份，然后这个要五份。杏鲍菇要五份。然后每个里面稍微放一点玉米糊。中东小米葡萄干，跟这些都来一点点吧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再点个果汁吧。点那个辛格瑞拉吧，我看有什么牛奶、核桃、燕麦不是健康吗？正好跟我今天这身衣服比较搭。好，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安静的等餐了。然后等餐的功夫，我发现了后面一个好东西，看这个绿油油的背景墙，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个房野餐布似的那种背景墙，都是那种格子布。又发现了一个拍照打卡圣地，出片率100%。好了，终于可以开始我今天的正餐了。一共是我面前的十碗沙拉，刚才点的所有的东西我让它分了十碗装的，要不然太多了也装不下，是不是？今天要套用糖糖的一句话了，想吃享受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卫咪咪。哎呀，真的忍不住开始吃了，我要先吃一个羊排。刚才那个羊排在煎的时候真是快馋死我。这块吧，就面前这块吧，看，肥瘦相间的。刚才后面师傅跟我说，他们家的羊都是那种刚刚断奶的，然后什么饲料都没有吃过，这是刚刚断奶的小羔羊。吃一口，让你煎的酥酥的地方。就今天吃的真是健康啊，而且头一次感觉就看前面好绿，但是并没有那种不想吃的感觉。因为虽然都是叶子，但是它做出来的样子看着就很馋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刚才那么大一块羊排啃出来只有这么细一根骨头，比小拇指都细。吃完羊排一定要先啃一个今天的另一道烤肉，看这个鸡腿，这个是百里香的。哦，今天吃的羊，刚才说羊是新西兰的小羔羊，这个鸡呢也就算是童子鸡了，是那种春鸡。很浓重的那种香味，是百里香的味道，并不奇怪，很香很香。大家都知道鸡胸肉啊，或者是去皮的那种鸡肉啊，吃起来都是有减脂功能的。今天这一桌子菜，我就别说十份了，就20份都不会胖的。哦，我要尝一下这个菠菜面卷，上面是橘的那种芝士吧，有菠菜，还有香菇，各种素，但是就是很好吃。这边有薏米仁、西兰花，然后还有烟熏三文鱼，这个卷卷的生菜叫羽衣甘蓝，又减脂还会增肌。烟熏三文鱼和紫甘蓝，这边菠菜，最健康的菠菜，还有最近最爱的西兰花，最近超级爱吃西兰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家土豆都是小土豆，我刚刚看羊排里就是有这种土豆的。刚刚所有都介绍了，热菜也吃了，还没有介绍主食。刚刚看这个蔓越莓玉米糊，我每一份都要了，只有上面这一份是要的中东小米，我还加了一块鱼，这里仅仅有的一块鱼。这个蔓越莓玉米糊，
并吃不到那种蔓越莓的酸，但是吃起来奶香气很重，偶尔嚼到一块蔓越莓很有口感，然后酸酸甜甜的。我刚刚看到店家的宣传标语，好看的人都在吃，正好可以说一下今天弹幕话题。今天弹幕话题就是，你觉得最好看的女明星是谁？好，咱们开始。我觉得最美的应该是黎姿了吧，她演的赵敏真的是惊艳。问题是都有这个，问题是我跟她有相同的地方。吃了那么大一口芝麻菜，这应该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餐健康菜吧。瘦脸着筋，筋脸着肉，肥瘦相间的。我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官舍甜心摇滚沙拉。其实他们家主张的并不只是健康饮食这么简单，是那种健康的生活态度，既吃得开心了，也不会让身体有压力，身体轻松了，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呀。而且我今天做的这个是一条长桌，是很长的。大家知道长桌想到的可能都是给聚会用的呀，但是这种健康餐一般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聚会用，就是他们家老板想，因为现在城市生活嘛，人与人之间很陌生，所以他想的就是可以和陌生人面对面的坐着吃，然后彼此认识一下呀，没准你的姻缘就此就开始了。这个红鸡，这个红色的鸡，我只要了一只，因为健康，我今天我就要健康，我一点辣的都不沾，但是还是忍不住被这个红色吸引。他们家用的油都是橄榄油，是老板亲自去意大利跟那种生产橄榄油的厂家亲自谈的，就是这么用心做的一件事开的一个店，肯定没错了。像我这么用心的在吃，你们是不是都说香？我要尝尝这个鱼，哇！这个就是今天唯一一块肥鱼了，是1斤98的那种鱼，然后小孩吃了补脑子，然后吃鱼还是明目的。哇，真的没有那种鱼的腥味，而且皮煎的就是很有韧劲，这个皮嚼起来特别香，而且这个鱼是真正的入口即化，嗯，这嘴里拿嘴一抿就碎了。哇，这个鱼皮不要太好吃，我要吃一口我的中东小米，这是小米和彩椒在一块炒的，里面会有红椒和黄椒，吃起来是甜甜的口感，可以给他们这些往一个里面混一混了。看芝麻菜、紫甘蓝、生菜，还有羽衣甘蓝，还有菠菜，满心满眼都在我面前的这口菜花上，再喝一口我的新德瑞拉。他们家主打的就是那种随心搭配，冷菜、热菜，然后还有主食，还有肉菜，基本上都可以选择我自己最喜欢的。而且像我这样一下吃十份，可以尝试了他们家所有的味道。今天就给你们推荐，一定要点他们家的鱼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刚刚那是今天的最后一口。好，今天的十份健康餐已经吃完了，然后一共吃了3扇36根羊排，然后还有5只烤春鸡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一餐真的是非常的美满。刚才也换算了一下，就是今天吃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健康餐了，健康低脂，然后又减肥，就不如刚才吃的红薯吃了我等于没吃，绿色的叶子吃了我等于没吃，刚才的鱼吃了我等于没吃，就等于今天这一顿属于白吃了，就是吃了根本完全不会胖，完全不用担心。然后因为也是夏天了嘛，也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可以赶紧去减肥，赶紧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，一起吃起来健康餐，一起美美的，一起减肥吧。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大伟mini，还有微信公众号大伟mini，都是不加网的，都是大伟mini哦。好，然后我旁边这一份呢是给大表姐带的宵夜，大家都知道大表姐最近在减肥，所以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不能忘记带给她。老板给我个袋子吧。哇，这袋子好好看。老板，我刚刚打包了10份宵夜准备好了吗？晚上回家留着当宵夜吃。